今天看到太多的这个老朋友跟新朋友啊，非常开心啊！特别是，我记得第八届这边，不管是大陆的朋友、台湾的朋友，齐聚一堂，特别是针对这个两岸和平法学的交流的部分呢，都做了很多的贡献。那这次呢，好不容易啊，我们这样一行人呢、啊，又来到了北京，特别是特别熟悉的地方，台湾当局的一些限制啊，是阻碍不了两岸的法学交流的。那也期待呢，我们两岸的这个法学专家呢，对我们交流的部分呢，能够再做更进一步的贡献。那也期待可以再邀请我们的大陆的好朋友呢来台湾，一起来共同研究，促进两岸同胞的福祉。好，因为我本身在厦门自贸区设有代表处，那所以估计两岸的这个不管是亲属继承的案件呢、时序都还在进行当中。那我也代理了很多我们台湾同胞呢，因为台商在大陆这边过世了，他的相对应的一些房产啦、甚至银行存款要办理继承的部分，那我必须跟大陆律师呢做合作，才能够将这一些继承的案件呢来办妥。那我特别关注的部分就是说，在我们这几届的和平法学论坛的交流的当中呢，实际上已经发展慢慢生根了。特别是我们大概在七八年前合肥的时候，我们法学会呢也办了一个青年的这个主训，那也确实吸引了很多我们台湾的律师，特别是年轻律师。那在这一次呢，我们也有好几位年轻律师呢一起参加。那年轻律师呢，如果能够关注在我们两岸交流的这个议题上面，相信呢这个部分呢能够慢慢生根，那也能够让台湾律师，特别是年轻律师呢，能够了解大陆在法治教育这一块呢是非常的扎根，而且呢其实也唯有两岸呢的律师学者专家合作，那么我们才能够创造大中华的这个新局面。